好了，我们到了这个万能市的威斯汀酒店了。现在已经是晚上2:30。辛苦你们了，师傅。好，不客气。现在是2:30了，快3点钟了哈。我们的西瓜平台工作人员还在那里等着我们哈。刚刚给了我这个房卡哈，去前台领了个房卡。好了，现在我准备过去。好了，现在进了房间了哈，大家来看一下我这个房间。当当当当，挺大的哈。然后这个应该是2米多的大床房哈，这个床看一下，好软啊！哎呀，我们的西瓜 play 的运营啊，给我留了一段讯息哈、啊。叉子闯四海，叉子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短暂的分别是为了明天更好的顶峰相见。愿你和海派师兄弟们江湖路上巅峰再会，阿黛，挺感动的啊。其实阿黛真的挺好的哈、啊，一直很支持叉子，然后很多工作方面都很支持我哈、啊。明天我们就可以见面了，感谢阿黛兄弟。好了，现在去洗个澡，明天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叉子，现在是我来到万能市的第二天了啊。昨天晚上我们来到很晚，差不多到这里的时候已经3点钟了，然后洗漱一下又剪视频，差不多4:30才睡的觉，早上现在是9:30，睡了才4-5个小时吧，因为必须要早点起来，还要去前台签到，然后去领那种入场的那个牌子，还有那个入场的那个衣服哈。这边的天气比较热，现在你看外面的天气啊，吹来的都是热风，在这边就是跟夏天一样的感觉哈。现在我准备去我们这个威斯汀的餐厅去吃点早餐，是10:30就结束了哈。这边就是一楼的房间，然后餐厅的话也在一楼。你好。哎。对。谢谢您。好，谢谢。现在准备去吃点东西哈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这是啥呀？肉末。这是馒头。看一下这边有没有米粉。你好，有没有米粉啊？地面。地面吗？对。这边是面条啊。地面。哦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这边有没有米粉？米粉。对啊。那我们这个是地瓜粉。啊，地瓜粉。对。这是吗？这个就是地瓜粉，然后还有面筋、牛肉，还有豆腐皮、白菜丝。啊。就是这4种。好，谢谢啊。刚才问了一下他们这种米粉，我有点吃不习惯哈。我再看一下季节的吧。这点面条上。哎，你好，帮我煮碗面喽。可以，要不要青菜？要的话，可以自己挑选，加下去，加到五。3分钟快了啊！对，对，好了，谢谢。现在准备吃面了哈。好了，您好的。他已经吃完早餐了哈，现在去前台去签到，然后去领那个礼品吧，伴手礼哈。你进来第一个，海哥两滴拳哈。这个大厅挺大的啊。哎，你好。昨天晚上我没有领那个伴手礼啊。伴手礼，那个其他都已经领了是吧？就是领了房卡。房卡已经领了，房卡已经领了。伴手礼没领。
对啊。那您的那个他的全是海。啊，谢谢啊。啊。好了，现在房间里来一下哈，把东西先放到房间里吧，不然提个袋子去外面也不方便。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一双这个海滩鞋，我穿试试嘛。还有这个鞋，因为到海边的话，等一下可能是穿这个沙滩鞋。有一个风扇，因为这边天气热，给你送了一个小风扇哈，挺可爱的哈。风吹的，你看，有几个档位。还有一个好东西哈，望远镜。还挺不错的哈，这些伴手礼啊，还有什么来的？他们这边平台发的专用广告哈，都有西瓜 logo 的哈。西瓜 logo， 等一下就带这个吧，也挺好看的哈，颜色有几种哈。这个是谁呀？哦，这个是热敷蒸汽眼罩哈，用来敷眼睛的，晚上睡觉的时候用来敷的。还有一个。防蚊贴，还有这个西瓜 play 的手册哈，啊，每天的行程，西瓜 play 的手册哈，每天的行程，这三天的行程，写在上面了哈。然后还有一首响亮生活的告白诗哈，你看一下，还有。西瓜视频现实观 TV， 介绍使用的，这个就是我们西瓜视频的共享体验官啊，邀请卡哈。然后还有一件，应该是 T 恤吧，应该。这个是用来干啥的？礼品还是挺多的啊，这个伴手礼还挺多的哈。现在我把这些礼品放在房间里面，等一下去海边走一走，那边在组织什么会议还是什么活动哈？听到外面挺热闹的哈。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海滩的风景吧。这边是西瓜福利的工作人员啊。这里就是我们今年2022西瓜 play 的活动现场，今天还要加班的把这些布置好，把点好哈，所以我们也是最早来的一批创作者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